Hello， 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菠萝上传。今天给大家继续更新周末没有更新完的假面骑士 Exido， 算是装动食玩系列的二期的一个介绍。因为之前更新过了其他的三盒嘛，所以还剩两盒，也是二期部分的一个更新啊。所以呢，在这一期视频当中呢，给大家这个很简单一个演示。我们先来看盒子啊，因为这个东西的话，我们等一下再给大家说。盒子呢，其实每一款的装动盒子都不一样，上面印着我们假面骑士 Exido 二期，然后装的一个装动栓 STAGE 什么标志啊 ，Kamen Rider， 这边就是附属的所有的一个配件。当然说它这边的一个配件呢，其实并不是非常全面，所以你必须要买两盒，甚至买三盒才能完成 Raven One、Raven Two 的这个形态，所以很坑爹啊！背后呢就是形态组装的这么一个造型。当然我们今天只带来 Raven Two 和这个装甲的一个介绍，因为五款嘛，就是这个样子。那我们先来拿出这个东西，所有的配件呢就全部展现在我们大家面前了。一开始的话，这个假面骑士 BRAVE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读啊。然后贴纸方面，我几乎都已经把它给全部贴上去了，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小辫子还能拔下来，还能随意的就摆一些造型啊，我觉得这个比较的一个奇特。然后在剧中我没有看，因为 Exido 我真的没怎么看，就看了前两集。然后装甲其实来给大家看一看，它这个装甲呢都是用贴纸的，然后上面印的一些东西都有，然后背后呢就是这个样子。如果说你没有买另一盒的话，你只能把它给组装上去了。好，两个肩甲是蓝色的组装，我觉得也不错，所以呢它整体就是这么一个样子。之后呢附属了一个盾牌，这个盾牌上的一些刻画以及组装，我觉得个人而言还是比较的满意的。